今天看的第一套房子。这边是厨房，这是四家人房，这个房子现在是150万，四房四卫，楼下是一个房间。这个是在二楼的主卧，2001年建的。这个是主卧的洗手间，洗手间挺大的，还有一个泡澡的。这边还有一个卧室。现在看的是第二套房子，我们同事在开门，现在进来看一下。这个是127.5万的四房三卫，这房子看到里面还是不错的。对，这个房子挺漂亮，空间也挺高。这个是餐厅，客厅，现在上二楼。这是一个卧室，楼上是四个卧室，四个卧室都是在楼上。这是主卧，主卧有一个很大的洗手间。这是衣帽间。这个是今天看的第三套房子，现在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个是前厅的花园，看一下室内怎么样，看一下这个格局。装修的古香古色的，这个视野还不错。这是办公区域。哦，就推这一点。楼上加楼下。啊，就推这个嘛。办公区就是从这推出去，对吧？对。看一下这个花园怎么样。这是花园的景观，我们现在去二楼看一下。现在上去。这楼梯都装了画的，四房三卫，现在卖价是150。这边是一个卧室，这有个洗手间，这又是一个卧室，这是也是两个卧室连着的，是两个卧室 share 一个洗手间，是这样通着的。看一下，这个是主卧，哇，主卧的这个洗手间还是挺大的。这个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三套房子，主卧这儿有一个大的阳台，主卧这个阳台还挺大。
这个是在二楼主卧，主卧的阳台。看一下楼下，从二楼看一下这个花园。这个房子是3000多尺，这个是今天看的第三套房。海纳渔夫精英地产，带看美国优质房源。